三十而立男性医学史，这一次呢，我们来特别来拜访一下这个发商的博赏公司。那法国的原厂在做这一块这个荷尔蒙的治疗这一块已经相当久的历史了。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洪兆群洪总，来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家公司为什么跟我们男性医学会、男性医学史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洪总，来跟我们聊聊看，这家公司的特色，为什么它在荷尔蒙这一块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好，谢谢魏总哈。那很高兴跟那个男性医学会啊共同成长了三十年。我想我个人在业界工作四十年，那很早很早之前就跟几位这些泌尿科男性医学会的这些医师们哈，就长久的好朋友了。那我是4年多前这家公司因为在台湾要成立一份公司，所以就找上我了。因为以前我也在待在这个很早期就在Pfizer 待过啊，做过这个 PDE5 inhibitor， 像 Viagra 当年是轰动一时，这个很多很多男性医学会当年1992年成立。然后到了99年、2000年的时候是 Viagra 上市时期，是。那后面就有一个一阵就有，现在有4个那个叫男性性功能勃起功能障碍的药品了。是。那过去呢，那个荷尔蒙呢，大家都是女性比较清楚啊，女性那个更年期呢有雌激素、黄体酮的缺乏，可是呢其实都忽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就是我们简单称叫睾固酮。我们每一个男生身上都有，那这个睾固酮在这个男性40之后、中年之后呢，变成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微量元素。可是呢，40之后每一年1%-2%的这个衰退，可是到了50岁、60岁，你会觉得怎么好像体力不够啊，就觉得容易打瞌睡啊，就疲倦啊，然后性功能就觉得减低了。所以这个在男性医学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支王牌。这家公司其实它的研发就是专门在荷尔蒙。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雌激素、黄体酮啊，跟这个雄性素、睾固酮呢，基本上的化学结构是很接近的。对，那就研发公司呢是100多年，这个法国，它专攻就是只攻这个荷尔蒙，所以它荷尔蒙的这个研究发展是非常大，到现在还有 study 在进行的。所以尤其呢，我们跟男性医学会这几年来哈啊，我想非常要谢谢这几位大师级的这些男性医学会，好像陈。历届理事长，我们都是非常尊敬的教授、老师跟主任们。好，然后还有出书的，简大师啊，哈，这个陈理事长啊，现在的那个秘书长啊，历任的那个秘书长，贡献都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这个男性医学会，应该有很长一条路要走。为什么？因为对于台湾男性的这个中年以后的男生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因为补充这个荷尔蒙这一块，你只要把身上的荷尔蒙能够适度的给它回到一个正常的浓度，哇，那这个对于这个保健，特别对于男生的这个血糖也可以下降，然后同时对于肌耐力可以增强，哦，可以活动，那就对于性功能也有帮忙，所以整个身体循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处方用药。是，我们来想想看，这家国产公司它在男性医学会上面，男性医学这一块里面扮演的是哪些产品的特色？对，它现在目前就是2个剂量的一个荷尔蒙哈，就是我们叫经皮吸收的睾固酮。那这个新的产品呢，即将到台湾了。那这个浓度现在在全世界是算是处方第一名的，因为它经皮吸收是比口服的、比打针的来得方便又安全，所以它现在在全世界市占率是 No.1 的。好，那但是现在陆陆续续出了很多的报告呢，也对我们这个男性荷尔蒙的补充有非常非常大的肯定。啊，今年的男性医在芝加哥，马上这个月底在芝加哥 Endo 就会出了一个报告，就是使用长期使用荷尔蒙的安全性，心血管的安全性。啊，所以基本上我大概知道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报告。那么前两天呢也出了报告，就是经过长期1年左右的使用，对于血糖值高的男性啊，肥胖，这个通常这睾固酮都比较低的，结果经过给他补充之后都是有帮忙。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应该跟男性医学会啊更密切的合作，因为未来我们对于台湾的这个中年男生，这个体能上，特别是生理循环上，荷尔蒙的补充是非常重要一块卫教的角色。所以因为我们是处方用药，我们不能对民众直接广告，所以必须要靠过啊男性医学会这样专业的这种组织或是医师们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教育。所以我想我们未来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健康教育的这个节目。那国产公司啊，你刚刚说它100年的历史，
那么稍微简介介绍，它这个百病史来讲，大部分都是在做荷尔蒙的研究。也是的，它最主要的产品呢，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我相信大概台湾大概80%以上的妈妈胎儿都用过一个产品，叫做黄体酮。这个黄体酮基本上就是安胎的，所以大家以前只认识这个公司，就是啊，知道它是有一个叫小白球的，那是安胎用药。基本上妈妈们大概会这个只要是这个生育的或是不孕症，现在很多不孕中心用的非常非常多了。但后来补充黄体酮，对，在黄体酮之外，另外就是雌激素啊。雌激素呢，前一阵子呢，20年前认为补充雌激素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实际上呢，这个经皮吸收是它的专利。它改成经皮吸收之后呢，就不会像这个口服的会有很多怕引起这个乳腺增生啊，这种子宫肌瘤啊的这些问题了。所以基本上它的研发呢是已经100年了，所以他们法国人啊、欧洲人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坦白讲啊。那所以就是后来这个有个这个男生的好朋友啊，我们听那个简大师说，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啊，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在对台湾的男性医学的贡献上，我们应该扮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是，你说这次产品即将上市，那在您来的时候，这次产品的特色是什么？它还没上市之前是用一包一包，是低浓度的，1%浓度，这个是1.6%，也是经皮吸收的，对。但是它一包一包的有一点点，就是它水那个水剂，它溶剂呢是比较前期的科技的，新的科技呢会比较挥发比较好。所以就不会觉得黏腻啊，就比较就挥发比较快，同时它的吸收，它的很多publish 的报告在国外的那个报告呢，这个百分比是非常好用的，所以目前在各地方的临床研究也有在做，那我们也其实有在台湾也简单做了一些这个市场上市之后的临床的一些经验的使用，目前对于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病患。他的血糖值基本上看起来是有帮忙，对，对于高血糖的病人，对于这个脂肪就中广型的新陈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其实他的长期服用，不用这个经皮吸收去使用之后，确实是有改善的，那血糖值会下来。然后另外一块很多的就是很多运动员，很多的这个想要这个运动啊，这个肌耐力啊，其实对于我们中年男人，我们运动很重要。可是有人就觉得，因为荷尔蒙减少之后，你会觉得疲倦啊，没有动力啊，就是肌耐力不足啊。其实适度一点点而已，就每天擦一下子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活力啊。是，您刚刚讲这一个的这么好的特色，其实它在这个功效上应该在处方，就必须要有医师来做。是。那全世界都用这样，难道它不会朝向所谓的保OTC？ 对，整个功能性来。目前还是处方，为什么呢？因为荷尔蒙的使用基本上还是有几个限制啊。第一个，首先。如果他现在是进行式中的这个前列腺癌、射物腺癌，基本上 PSA 大于6，我们还是不太建议他用。所以那就是要使用上还是要经过男性医学会医师的处方，而且他长期可能还要再验一个血，就看看我们身上的血中的睾固酮浓度，还有身上我们还有个游离睾固酮浓度，那是一个指标。如果你使用前用，使用之后这个都其实都要跟医师们配合啊。如果说自己买来用，你万一你是这个前列腺癌，万一是有什么样的那个，甚至还有那个血比容，会升高的。那它万一有血栓产生，这个也是一个处方。所以坦白讲，在全世界还是属于处方用药，安全性来讲还是要需要长期的一个监控啊。但当然它是还是很非常非常好用了，很安全，因为经皮吸收也没有肠胃道的不舒服，也不会说因为浓度一下子长期打针用的就是浓度太高哦，它可以随时可以加量，可以减量，可以随时喊停哦，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它经皮吸收下去以后，大概多久它会让它搞不同的时间？它是每天用的，所以它每天大概早上就是7、8点、9点要上班之前，就很简单，就擦两下在身上，然后就出门了，也没什么感觉，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可能会把这个所谓的更年期或者是像搞不同比较少的人。他的一些症状，就像您这样做的这个胃教，对，很重要。是否打瞌睡、运动能力变差、勃起功能啊，这个悲伤、沮丧、乐趣生活比较，这个因素可能会把这个对。事实上，这一张问卷很重要。这张其实是美国那个 Adams， 就是圣路易大学的标准问卷，其实是全世界的那个男性医学会的标准，所以大家是依照这一张，这叫这个
ASSM 哈、啊，就他们所这个建议的这种问卷啊，所以如果你有这十题里面的任三题，或是说在性功能上基本上觉得比较比以前比较差了，就是这个是 standard 的标准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在日本也有用 ASM 啊 ASM 好像25题，那比较细的，那实际上用这个来测大概就有一个感觉，这样三题就要差了。没有，这个的标准是第一题或第七题是。啊，你就大概就要去测睾固酮，或是这十题里面你有三个，啊，十分之三有三个是 yes， 万一没有十，其他三个有七个有三个也是 yes。那下一步呢，就是希望他去抽血检查他的血中睾固酮浓度，是，那我再看看他的前列腺癌的这个 PSA 指数是不是太高，如果是安全比例，大概台湾在95%以上都是很低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希望也监测一下他的那个血比容，血比容不要超过一半，52%以上，就这三个条件以后他就可以安心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经皮吸收，那每天擦一下就结束了，那持续3个月到6个月。有的人认为说不太像威尔刚西利斯勒威壮这样，我吃一颗马上有效，这不行的，这是个新陈代谢内分泌的产品，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它要长期慢慢累积，然后这个补充，就跟女性的荷尔蒙是一样的。女性荷尔蒙其实停经前后会有更年期症状，那这也是国健局的标准，这十八题也是国健局给台湾妇女更年期障碍的一个问卷，所以妈妈们就会中这个。如果她分数大于15分，就表示她是有女性更年期症状，那就用我们家的这个经皮吸收雌激素加上黄体酮，这也是台湾妇女医学会更年期医学会的标准的建议，也是全世界的标准建议。所以我们比较严谨啊，因为这个公司非常保守，他也是一步一步，他也不敢，不是否真的为了要做商业什么，他是真的哎，服务这次有需要的这些。所以他其实卫教要做的更多。哦，很多的，因为你看我们这一本最近刚刚到了，这本是英国的这个教科书。专门在讲 cardiovascular 跟 endocrine，表示这本书它里面80%以上在讲新陈代谢症候群，讲心肥胖，讲这个有精神上的这个躁郁，比如疲倦，或是觉得有一些悲伤沮丧，还有肌耐力不足、肌少症，都跟男性这个雄性素有关系。所以 testosterone 就像我们简大师讲的，就说这是你一个睾固酮的。男人四十睾固酮，对对对，增肌减脂就是这本书、他花了很长时间写的这本，我很感谢简医师写的这本书，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投入非常非常多，而且他是我们曾经担任过亚太地区理事长，他去年也被越南邀请去当，算是帮台湾做国民外交、第一把交椅到越南去帮训练他们的男性医学会的医师、我去年去了一趟，我就觉得哇，真了不起，因为所有的河内还有胡志明市医学大学的都拜他为，也是像台湾一样，就是前辈，那把我们的台湾的这些男性医学，我们在东南亚算是领先的，坦白讲我们的表现呢，现在也是我们中国的同事也来台湾请益，是希望我们教他们，他们香港的医生现在在香港大学，在深圳有一个分院，前一阵子还开个联合的电话会议，也是我们台湾的医生帮忙训练中国的男科医师啊，那廖俊厚医师有讲过，或常常跟他们交流啊。以前在 COVID-19 之前，那事实上他们对台湾的男性医学是非常尊敬的，所以等于说我们在亚太地区，上个月我们又去了那个 APSSM，是韩国的啊，今年在韩国办，那两年一次亚太地区，两年前在高雄嘛，那前一阵子是最早是什么布里斯本啊、澳洲啊，那轮流在亚太地区，每两年一次，那两年后呢，轮到南京办了。他们也对邀请我们台湾的一些专家们去，希望帮忙他们训练。我想这一块我们也，分公司也在那边，所以可以跟我们有很大的交流。事实上，他们对台湾我们的男性医学的进步跟以世界的等级的同步是非常非常敬仰，所以我们也有点也蛮点小骄傲了，就是我们在这一块的专业得到其他很多国家亚太地区国家的一些尊崇。是，我们都知道你在这一块里做的事情，那跟着男性医学今年三十，那当然你同样在男性医学三十年也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在这三十年跟着男性医学会的一段历史里面，你觉得哪几段让你最感动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我们男性医学的这些泌尿科专科医师呢是非常非常open-minded，非常的这个怎么讲，我觉得除了服务病患之外呢，就本身很多帅哥美女，然后现在泌尿科女医生越来越多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相处呢，这个学会是一个非常融洽的大家庭，所以包括这个虽然是厂商，可是我们不会被看认为是你是厂商，我是业界，不太一样，别的学会会有一些区隔，可是这好像是大家庭。我相信陈玉理事长也把这一块在最近的这个包括蔡秘书长，他们即将要今年要改选了嘛哈，我觉得让我的感觉是30年来跟这些泌尿科医师相处了非常非常融洽，而且他们也平易近人啊，你像历任理事长啊，历任的这个秘书长啊，他们你请教他什么事情，他们都很客气，而且我们做合作做 study 啊，去国外发表啊，或是跟国外，我们到了国外就是台湾团队哦，人家就觉得你们这边互相支援非常棒，我觉得这个男性医学的那个医师们，而且个个都是也是很有 gentleman 的味道，生活品味也很不错，所以很有不是只有看病，我觉得生活圈这个在生活的品质的要求上，都还蛮有这个成绩的。你30年来，你跟男性医学一起成长过程，历经了很多公司，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在历经哪些公司，跟着哪些的理事长啊、公共秘书长，这些合作的内容，大概我的个人生涯，因为40年都在药业界了，所以最早的第一个产品是射物腺肥大的药，所以我也曾经跟台北荣总所有这些老师、教授们、主任们都做过合作过 study， 像那个Porsca 是我的第一个产品，对，就是那时候的射物腺肥大。然后呢，后来有个像黄医生主任啊，像当年的陈光国主任啊、林登荣教授啊，就是做 study 的，还有甚至张校长啊。当年在台北荣总，这个是最大一个 group， 然后台中荣总、高雄荣总，然后就是台大，然后现在还有江万生院长啊、校长啊，这是太多了，对。然后当年第一届的那个林欣然教授，对，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的每一届，我觉得每一届每一次年会都是看到老朋友一样，那中间像王启杰教授啊，像简邦明医师啊，太多，就从资深到之前，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多了，我从 Porsca 开始，后来我到了辉瑞就有3个了，辉瑞有这个 Dosaben 啊 ，Dosaben 是降也是 BPH 的药，然后是 Alpha Broker 嘛，后来有上市的一个长效的啊 Dosaben 啊，当然是对，然后来当然 Viagra 是大家很熟悉的哈 ，PDE5 inhibitor， 后来我又到了这个。其他公司去了，然后中间呢又跑回来这个荷尔蒙，然后回来就是这个 Androgel， 哇，这个产品又是跟男性医学是非常非常密切啊。那当年呢，其实 PDE5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阵子就觉得，为什么一些老先生告诉你说吃了我这个黄色这个小蓝子蓝色小丸子怎么会没有效呢？就发现说那时候没有去测它这个睾酮。睾固酮测了以后，它是都是低的，所以曾经有一个医师，应该是蔡家俊医师吧，他说呢，你的 PDE5 呢就像电灯，这个 testosterone 呢就像电源，所以电灯要有电源，两个才会亮，对，这个就解释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传神了，所以当年一直想不透为什么 PDE5 吃一吃，就是你觉得应该有效，可是有人吃久了，他就是没有这个。欲望，或是说他心有余力不足，事实上他荷尔蒙不足，所以我们应该要鼓励更多的男生，要中年以后，特别是甚至肥胖的，就是血糖高的，应该要去测他身上的游离睾固酮，因为那个睾固酮会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告诉你是不是活力在减退当中。那像我们现在50-60岁还是几杯瓦林，不是40岁了，因为现在基本上50-60岁，你猜猜看我几岁？谢谢，我跟简教授一样都是65岁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保持这样的活力哈，我们还可以这个，就像跟那个陈理事长说，他开球可以开很远，差了这个时候，确实你的肌耐力比较好，确实也比较 muscle 啊。那骑脚踏车啦、游泳啦，我很多同学骑脚踏车、游泳啊，或是这个
这个还在慢跑的，肌耐力是有增加的。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更多的知识需要去传播给社会大众，但是因为我们碍于这个是处方药，我们也只能对医界药界做活动。那希望说我们以后可能有这样民众的卫教。其实我觉得民众的卫教像白板，它其实也是处方药，它有不同的方式，像您那时候不同的方式跟民众做了不同的生意介绍，其实这就很有意思。就让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开始有问题以后，开始觉醒，开始注意这些的问题，在产生问题里面，我们再深深入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现在专科医师们都知道一个黄金处方，就是擦了荷尔蒙加上小剂量的 PDE5 inhibitor， 这个长期的一种，因为小剂量的 PDE5 inhibitor 有这个 BPH， 有 ED 两个 indication， 这个有 hypogonadism 第三个 indication， 所以这个 combination 呢，基本上他们讲叫黄金组合。那我们以前没有这些产品，我以前没有碰到这个东西，我是不知道的。我以为只有我就睡前吃一颗就可以马上做事，可是觉得体力不够。到底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儿，内分泌。对，今天太棒了，今天啊特别来跟我们的国创公司的洪总，今天聊到了这个才发现到说，其实在卫教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需要让民众更清楚说，原来用的这个东西没有效果，可能是因为这种。是，我觉得以前从 Viagra 开始，这个男性医学会医生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教育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通常去看病呢，都是有毛病的症状的我才去找，可是大家会觉得我老化好像是这理所当然，就是视其为当然，所以没有事我觉得干嘛去看医生，尤其是到了医生泌尿科没事去找泌尿科男性医学，好像觉得你是有什么问题嘛哈，其实是很健康的事情，事实上是生理循环的事情，就像说现在肥胖的很多病人呢，其实上也是缺乏男性荷尔蒙，你抽了他的血一看，哇，百分之这个一半以上，这个血糖高血糖的病人也都是睾固酮的缺乏，其实把它补回来，那个血糖就下来了。所以这个书，这本非常非常重要的教科书，其实在去年在英国，现在是全世界所有的那个男性医学会的那个国际会议上，这里面全部是很厉害的教授。你看这个 Michael Kirby， 这是第一把交椅的，这是全世界老大。所以我觉得出这教科书，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中文化。简单化，然后民众就会就更多的这个中年男性啊，40以上都应该对自己的男性健康有所了解，就不要说坊间有很多这个以前你知道哈，就是好像灰色地带啊、广告啊、这个电台啊，就有些时候讲的天花乱坠的那种补充品，事实上它不是处方药，它也不是针对，就是可能一点点微量，它也宣称我有这个疗效。那我们是比较，因为40年来一直在做处方药，我想很严谨的医学的态度是要 evidence based 的，是要医学证据科据的，所以这样我们来谈，我们就有据可循。然后同时每一年，我想这个医生们真的很辛苦，每一年在 study， 每一年在进步。然后你看今年去了韩国，后年哪里，每一年都有这些现在 AUA 正在芝加哥，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时间。就大家都去出去上课啊，去吸收新知识。我是很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一起跑，一起进步。好，哦，谢谢今天洪总啊，特别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博赏公司在荷尔蒙上面对于国人的贡献，对于世界的贡献。男性30而立，男性医学史，再次感谢您，谢谢，谢谢你。